好，阿月，请拿起麦克风对着中间的镜头。刚刚台上来去匆匆，那不知道什么忘记谢的人或者忘记说的话，趁机补齐吧。好像也没有哎、欸，有啦，我忘了讲一句话啦。这句话就比较严肃一点了。对，这句话就是请大家关注台湾土地议题，然后关注原住民传统领域的议题。这个我忘了讲了。对，这样有点严肃，因为我这张唱片它其实很多部分都是在讲这些问题嘛。因为我刚刚有讲，就是说我只有很踏实的踩在这个土地上面，我才知道我要写什么东西。所以我这张专辑我觉得并没有那么的主流，那慢歌也少很多，情歌什么都很少，反正都在讲那些我们周遭会发生的事情。那我觉得我在做音乐这20年来一路都一直在改变。那从我以前比较狂放，然后比较不羁的那种感觉，一直到现在穿上我这一套原住民的衣服，我代表着阿美族，代表着原住民去讲这些东西。所以我不敢说我的使命感有多么的强烈，但是我感觉得到那些我看到的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，我必须要透过音乐去把它传达出来，就这样子，很简单。对，谢谢。那电子媒体朋友们，我等一下啊。之前对于入围的任何奖项，你自己都是没有太大的就是得奖的欲望，那真的拿到的时候感觉是怎么样？到现在哦，其实我曾经有想过，如果说我今天真的得到那个最佳男歌手，我想过我要把它切成很多份这样子，然后分给每一个入围者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大家应该要得到的东西啦。因为入围其实它就是一个肯定啦。对，我就想要这些东西，所以其他我其实用很平常的心情，我没有太兴奋或太怎么样。谢谢你的问题，谢谢。那张月文字媒体朋友想跟你聊天了。好。